这不能说。山呢？山就山，我要说的过瘾。高兴兴的来跟林红莲离婚原因。第三者插足，根本不是第三者，就是感情破裂，就是第三者插足造成感情破裂。感情破裂，你干嘛还住在我这里啊？我怎么知道你外面有没有？你们俩，我们俩全都商量好了再来办手续，好吧？好的。好的。我是神经病吗？我是有病吗？爱钱儿。满40多，48，才可以自画。你看着我。只要你是话，你就会出头。我的不在的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？你就是想再找一个年轻漂亮的给你生个儿子呗。我是不是？我是不是？我已经忘了我要说什么。不好意思，公司太逗了。韩姐嘴太牛了，气出内伤。一本正经的，你还酷。太难了。